吧。我们是点餐吗？好，走。嘿，文彦。哎、欸。我们庆功宴不是要去吃印尼兰吗？哦，对啊，披萨吃到饱哎、欸。但是，我有一样更想吃的哎、欸。啊，披萨吃到饱就很好吃啦、啊。啊，但是我想吃其他东西耶、欸，你猜猜看什么东西好不好？有，嗯，好，我猜啊，烧肉吗？不是，我不要吃烧肉。火锅吗？不要。牛肉面吗？不要。好啊，都不要啊。不然你要吃什么啦？哦，其实我想吃牛排啦。牛排？对啊，牛排啊。啊，那夜市就有了，每天都在吃。拜托，威权吃的是什么？威权吃的是最高级的牛排，好不好？拜托。高级？好啊，带我瞧瞧啊。好。吴敏涵学姐，姚彦纯学长。哇，有点高级耶。很高级好不好？拜托。哇，饮料还是喝到饱的。对啊，多高级啊，喝到饱啊，太高级了吧。我们去点餐吧。好，走。嗯，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菲力牛排。菲力牛排，那我吃乐园好了。好啊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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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哎、欸，你干嘛把我的饮料打翻在我的菲力牛排上面？啊，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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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，你这样真的很糟糕哎、欸！你是说我把饮料打翻在菲力牛排？对啊，恭喜你啊！恭喜我！对啊，饮料打翻在菲力牛排上面，龙利呀！龙哇！对啊，菲力牛排啊，龙利呀！哎 ，perfectly lonely。嗯，那我们欢迎27届江元馨学姐、陈明浩学长、吴敏涵学姐、刘彦成学长所带来的。Perfectly lonely. Hello, 我们啊。我是27届的公关江彦馨。我是27届副社吴敏涵。然后打鼓的是27届的活动，刘彦成。Thank you.
谢。